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对1904年开始，北港武德宫奉武在公的指示，每年拢会举办祭拜孔子的典礼，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加盛大。今年选在9月23号的午时来举办。为着要应用鼓励祭拜孔子的需求，中央是开将近800万，对大陆来定做一套传统的乐器，希望讲宣扬祭孔古家的历史文化，也安排书法家来写国内200多件高中级的校训。伫咧典礼了后，也要将这校训来送给全国的高中级学校。今年北港武德宫的祭孔大典将伫9月23日午时来举办。为着要应用高丽祭孔需求，庙方开了将近800万，为大陆定制一套传统的乐器，希望来弘扬祭孔的文化。因为我想这个是万年久远了，就是从这个乙未年起，我们就会年年祭孔啊，也希望培植这个雅乐的这个班底哦，让这个文化的种子在北港扎根这样。祭孔大典袂当无礼乐，为着要介绍这批乐器所代表的意义。北港武德宫特别邀请台北孔庙的乐长孙乐金前来指导，希望鼓励符合传统。各位听出来，两个音高不一样。两个音高不一样，敲这里的音高跟敲这里的音高有不同的意义的。这个在乐器制作的工艺上面也是非常高超的。八大类的乐器要同时演奏，这在音乐的规格里面是最高规格。但孔子的德性值得我们用最高规格的音乐来祭祀他。这是陶鼓。为了要提倡尊师重道的精神，今年北港武德宫安排书法家写下国内200多所高中级的校训，要伫典礼了后来寄送予全国的高中级校。因为现在很多学校哦，对于自己的校训都忘掉了。那校训就是他办学的理念，还有特色嘛，该有精神嘛。那我想说，因为我刚好有这个纸张嘛，我就免费请我们理事长和他们顾问一起来写，送给210所学校。每年祭行神书孔子的圣诞。各地拢有举办传统的高丽庆祝，今年北港武德宫用心的安排，希望祭孔典礼唔是流于形式，反倒等下希望结合教育，传承祭孔的高雅礼俗文化。记者黄荣坤采访报道。